世间所有的死亡，都是久别的重逢。 见过前辈，嘿嘿嘿嘿，不必多礼。离开，或者死。我听说你是在书院最尊重礼数的。我敬你，是因为你的辈分高，活的时间长，所以我敬你的是辈分和时间。 并不是敬你的人。嘿，你说啥？难道我这个人就不值得你尊敬吗？不值得。为啥呢？因为，你是懦夫。你说的没错儿。 我就是个懦夫，要不然咋能躲躲藏藏这1000多年呢？既然是躲藏，为何出现在都城？这是有人让我把这车还给您去。我已到，你可以走了。哎。 我要见你这13师弟宁缺，小师弟的车，我可以坐住。这个城，你坐不了住啊。嗯。